来介绍一下我五月份制作的电子手账。这次的主题是郁金香，不过我一样有做十二个月份，给大家参考一下。十二个月的郁金香，每一款的花色都不太一样，像一到三月是粉红色，四月的话是黄色，七月到九月的话是橘色，十月、十二月是紫色。另外这边有写下所有日期，是方便于注明日期，可以使用荧光笔圈起来你想要的日期。然后还有 memo， 跟这个，你可以做资金的规划，或者是说形式上的安排分配。然后想做什么，想买什么，可以写在这边。那我先从四月份填写到五月份喽。另外这边我画郁金香的贴纸，像这样子，然后你就用缩图的时候把它拓移过去，然后按剪裁，选取你想要的。另外贴纸的话，你也可以放在我之前制作的贴纸本里面哦。然后不需要的话，你可以把它丢掉，然后再把郁金香放进来。进去的话，建议你放宽一点点。如果你放太密的话，很容易圈起来的都一起过去了。终于破1200的订阅了，在这边我要感谢大家。然后我们现在来填五月。再来给大家看一下我使用 APP 画的。
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安妞。